这个来我们委员会的出席的啊，这个案子副局长，谢谢，是区于台北市大直圆山军大学就职新。我们在前一阵时间就已经发现，我们误送的这个军品，因为我们是要的是电池，那来的这个东西呢，是跟电池的品名不符。 那本来美国在最近也通知我们，就说啊，他们确实是误送了，要我们自行处置。但是呢，我们就是发现说，我们认为说我们这个东西我们是没有办法处置的。那他们查证之后认为说啊，这是一个管制军品，是误送的，他们不能够交给我们处置。所以在很快的时间点呢，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就已经回送到美国了。